之前好怕丑，依家唔怕丑啦，咩都讲，人哋话阿经理讲嘢都要露啲地啊嘛，唔好将自己所有嘢都话俾人知。但系我控制唔到噶，你唔讲大话，我唔讲大话，系啊，系嗰样就系嗰样。Yeah.
兩隻蝴蝶定係兩隻蝴蝶啊？兩隻啊？枝枝係咪一枝走嘅意思？枝花啊，隻同埋枝係一，一隻一隻。